想脱了衣服凉，好，这样也行，脱了我会凉得更加精准。你是想让我帮你脱？行，那我来。你干嘛？我不想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要想知道我的尺寸去问文丽。喂，怎么这么快就奏效了？奏效你个大头鬼，我还没开始十八跌呢就被赶出来了。画面太美不敢想象哦。要不是你的方法有问题，我的执行能力能出现偏差吗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 Sorry， 是我的问题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作为女人对老林的吸引力是为零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曲线救国，走贤妻良母路线。